另一个梦又有没有成真呢？我们转去举办午睡周的中学看看。午睡时段整个礼堂几乎空晒，被同学午睡的台和凳全部都没晒，难道校方放弃了午睡计划？原来只是转了地方。一般的课室的容量都可以容纳到那些需要的同学，所以我们就转换了个地方。学校不单止转场，还会开新场，教师都会有新的休息室。这个区我们会有两个有一定私人程度的伴我在这里的床，它真的可以保一保眠，真的做到很累的时候。要睡一阵的，合一阵的，就合一阵。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呢叫做合阵？合是 HUB 和合，合也都是解大家可以聚集的地方。那个谐音呢也都是瞓一瞓的。除了新环境，还有新措施。其实我哋好欣赏老师，佢系燃烧自己生命咁样去翻工，但系烧咗就会冇噶啦嘛。咁所以咧，我哋已经决定咗咧，考试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一个新嘅措施啦。老师咧朝头早咧唔可以早过6点翻到嚟学校，咁离校嘅时间咧亦都唔可以迟过9点。咁等佢哋咧都有一啲嘅時間，真係可以翻翻去屋企啦、休息啦，同埋同佢哋嘅屋企人咧係相聚，即係唔好淨係將人生所有每一日10几20小时都即係放咗喺工作上面咯。佢哋為睡眠講得出、做得到，睡眠科成績突飛猛進。話時話，我哋當晚睡眠測試嘅成績結果又點呢？咁不如我而家就俾大家睇下啦，呢個就係啦，咁就諗呢個嚟嘅，係啦嚇，呢個就曉玲嘅。哇！即係排成績表咁，好驚啊！有冇病？整體上咧，大家其實係健康嘅，咁就冇任何啲咩睡眠窒息啊，亦都冇話喺張牀度點嚟點去啊，冇話嗰啲嘢啊，全部都冇嘅。三個人當晚嘅睡眠效率都超過80%，比節目初期戴手錶測試嗰陣有進步。舉手咁你就第一啦，耶！係啊，係啊，95.6，係好高分啊，95.6，係啊。我第二啊，你爆尾啊！唉，以前係高分低能，而家係低分低能。一上床就瞓著，睡眠效率自然高。不過專家提醒我哋唔好高興得太早。因為效率高可能反映另一個問題。其實咧就係如果你之前有一個瞓覺債喺度，我哋叫做即係瞓得唔夠多嘅話咧，我哋第二晚咧其實係會嘗試補翻我哋嘅身體。咁所以咧，我哋而家今日咧就睇到，好似比平時多少少咁樣。你見到我哋平時可能我哋深層睡眠即係作主要都係大概20%左右嘅，40%一緊。係啦，係個係會比較即係會，如果係高嗰啲嘅話咧，咁係有機會啊！你係咪之前可能瞓得比較少啲咧？咁你個身體就補翻咯，你個身體就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瞓多啲啦，係啦。我諗做完呢個節目應該可以瞓翻多啲。約定大家。為咗節目犧牲睡眠時間，但亦得到好多。最大得著係認識一大教派。瞓覺。睡瞓教我冇宗教嘅，瞓教係我唯一一個最尊重嘅宗教。係咩教啊？瞓教嘅。教主係咪？我唔係教主，我唔係瞓覺教主。眼睛起身睇下就係，世界盃係會起身嘅，所以唔夠虔誠，所以做唔到教主。教授，你信咩教？我信咩教？我係咪你睇我答？我信瞓覺。有本書叫做Sleep Revolution 啊嘛，即係瞓覺嘅革命啦。咁我覺得呢個簡直唔係革命啦，我覺得係一個戰爭嚟嘅，都一路喺度即係希望多啲人入伍啦，即係入嚟呢邊，即係休息派嘅呢啲係唔係狂搶派嘅咁樣。我哋
亦入教，一起做传教士，四出宣扬睡眠的好处。瞓觉啊，早啲瞓啦，早啲瞓啦，因为今晚早啲瞓瞓好啲。你哋都系。传教令我哋发现世界好细，睡眠障碍原来咁普遍，佢哋都有睡眠窒息。有啲咁多睡眠窒息症，咁佢话你又有其他嘢，咁不如咪用个睡眠呼吸机。一个钟头内咧系达到60.2次窒息。佢主要就系话瞓醒觉唔系好精神，会唔会有睡眠窒息症咧？你系属于中等程度嘅睡眠窒息症。去睡眠窒息科度做个测试咯。咁一测试嗰个话个程度都几严重啊。我系沈瑞林。有睡眠窒息症的人我都遲了才用機的睡眠窒息可能一段時間這些有生命危險的嘛是的不要就是其二他們因為病而降誤成為睡覺一份子大家犧牲這麼多睡相和睡眠時間其實都是想告訴你睡覺真是好東西來的無論你信什麼教都要相信睡覺